没有，非常靠上、啊，拉开这空间拉的不错，看个人能力了。晃一跟头，晃倒了，晃一跟头过俩人出来外线，赵继伟三分没有，算有了。首发阵容啊，咱们国家队这边，首发的后卫还是郭艾伦跟赵继伟，然后锋线上的翟小川。而且您看啊，从这个首发的阵容来看，阿卜杜是连续三场都是进入了首发阵容，哦，说明你能知道他的发挥还应该还是挺满意的。对，再掩护一下，防中路，往里转，靠住。郭艾伦，好的，好速度，打成。哎，对方失误了，没有能够有很好的注意力。郭艾伦反击，打漂亮，连续两次反击。对，那么两双。如果只看正负值的话，我们轮换上来的球员，他的正负值都非常非常出色。这边小川底角命中三分，后场发球，看看什么样一个战术啊？这球防得不错，郭艾伦防进来了。对方虽然叫了一个暂停，失误了，小川想穿。对方退得很快，犯规了，没有，非常靠上、啊，拉开这空间拉的不错，看个人能力了，晃一跟头，晃倒了，晃一跟头过俩人出来外线，赵继伟三分有没有？算有了，漂亮，看这球，晃一跟头，没错，这边大延误，直接过掉两个人，再来看一下。过掉两个人才能过去，郭艾伦这是，而且是很及时的出球了，没有轻易起步，没错，很好的选择。郭艾伦动接应，倒车杀伤。郭艾伦目前得分是再次上双啊，已经是十分球了。这个敢打敢拼啊，再到这一场比赛，现在怎么样？说赢多少队打什么冠军？当然你正面挡拆，郭艾伦。哇、哦，来了！后撤步三分球肯定没有进。哎呀，差这个篮板漂亮。这库尔博卡今天发挥是真不错啊，一个三分有所回应。哦，小心小心、哦，差一点儿。周琦，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这个动作技术运用啊，可以给满分啊，华丽的舞步啊，一个转身直接过到防守人。三分球，时间走完，我们可以再次说中国队，但是这次比分不一样了，以84-80战胜了加拿大黄蜂，在夏季联赛的舞台上收获到了今年夏季联赛我们的第一场胜利。